到假日，淡水就显得十分热闹，每年都吸引了百万人潮前来报到。不过游客一多，自然也就产生垃圾的问题，很多时候大家都是吃喝一阵就离开。淡水的过往历史，谁来得及细细品味？淡水这五年来都是全台湾观光人口最多的一个小镇。那这么多的人来到淡水，他们到底是看到什么？其实是我们一直很想知道的。淡水的历史宛如是台湾历史的缩影。17世纪遭到西班牙人跟荷兰人的占领后，一直到清朝初年，淡水才重回中国版图。400年来，淡水海岸早已经发展成兴盛的港口。一直到淡水河淤积，淡水港才逐渐失去通商的功能。长远的历史因素让中西文化在此地融合，形成淡水独特的文化魅力。到了比较日据初期，那个或者是在清末，有很多洋行沿着这边分布。那日据之后，就这个地方就开始比较多公有宿舍。还有公共的机构，像当时的警察局、建道馆，那所以旁边就有很多宿舍，包括淡水也有一些军队驻扎，包括海军啊等等。因为宣教来到淡水的马偕博士，也是与淡水历史息息相关的重要人物。在马偕巷内，他多年行医的马偕医馆，以及为了纪念他而成立的淡水礼拜堂，都在时光流逝中安静伫立着。杨志富老师策划海与河的邂逅装置艺术展，让淡江高中美术班的学生发挥巧思，创造淡水的新风貌。是不是民众来到淡水他就是很快的来淡水，很像就消费一下，然后来玩一玩，但是我们又明明知道淡水它的空间的魅力跟它的整个的文化的能量是很丰富那也很希望民众也能够多来体会这个部分。于是大家熟悉的淡水老街变了，墙面挂起了大眼睛，彩色水管爬上墙壁，窄小的巷弄间垂挂着各色布条，这些都是淡江高中美术班学生的作品。借着创作的机会，他们重新认识自己的家乡。环境艺术或者我们称为公共艺术，最最重要就是因为它的整个完成，它的实践的那个空间是在整个公共空间的领域那以至于这个公共空间它所有的人事物，所有的元素都成为年轻的，还是说我们说艺术家你要去处理跟要去解决的问题，就很像我画一幅画，你要能够了解你的画布颜料那你的笔法，你的等等那些元素，现在变成了公共事物。低下腰，画框框住了淡水的时光，希望匆忙的游客可以驻足欣赏。我们有快转，就是人的脚步很快，然后就是没有办法留意身边事物。然后第二个是就是信仰，我们想要表达就是每一天的结束，就是一天一天这样过得很快。对。然后第三个是老街的人潮，然后可是故意给它做成倒转的，就是让大家可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那个放慢脚步去留意一下旁边的东西、身边的事物这样子。
转个弯，等待夜晚来临的鱼群，游动着学生们的梦想。过去到现在，我们看到的鱼总是脏脏的，然后淡水河就是臭臭的。那我们心里想的那个感觉是浪漫的，然后让人有那种快乐的气氛。那我们想要借由我们这件作品，然后告诉他们说，其实我们淡水很美，就是我们可以跟着这些鱼群，还有一些借由一些互动，然后来跟民众，然后还有我们自己也可以跟淡水做一个邂逅。抬起头，空中的彩带，系起他们的期盼。环境艺术的前提是你要先来关心环境，你要先了解这个环境的喜怒哀乐是什么，然后艺术家你必须在这个观察所得提出你的观点，然后试图跟这个环境跟它产生一种共振的效果。远从英国而来的环境艺术家 David Haley 受邀来到淡水，他把自己对于环境的忧心写成诗，用壁面书写的方式来跟民众互动。几次造访淡水的经验，他写了9首关于淡水的诗，其中也包含了他亲自走访淡水河的感触。And there were more buildings, more apartments, and the outflow of wastewater from all of these apartments was going straight into the river. And then more apartments, more wastewater going straight into the river, and it was very, very smelly.And very, very polluted. And then a bit further, there was all the fat and the oil from cooking straight in the river. David 创作的庭院围墙曾经是日治时期的警察宿舍，斑驳的墙面在他眼中有如水墨画一样精彩。为了让诗作和环境自然融合，他有时加重描绘，有时轻轻擦拭，让作品产生或浓或淡的层次感。I use charcoal a lot in my drawings and works. The reason I like it is because it is ecologically very good. The actual wood that it comes from is from managed forests.It creates very little waste. There are no nasty chemicals. And so it does very little damage to the environment. 对大卫来说，他的作品是属于阶段性的艺术。书写完毕之后才是开始。观赏者观看诗作，阅读后产生共鸣。而墙上的诗随着风吹雨淋，仿佛也是自然界的一份子。渐渐的会消失不见，此刻作品也就完成了他与民众对话的任务。5 4 3 2 1，观潮一起，观潮艺术广场正式启用。拆除了铁皮围篱的停车场，老街的视野立刻开阔了起来。在淡水居住20多年的黄瑞茂老师一直都很关心淡水的发展，他以淡水的历史过往作为主题，规划公园广场，提供居民休憩的空间。所以它右边是一个民宅，墙上有一道旧的那个轨迹，就以前可能我们这块基地上房子拆下来剩下一个墙壁，那我们就把它称为叫做记忆之墙。它延续的是从墙壁上跑到这个草皮上面，所以我们也有一点是用类似像淡水山上会看到梯田，那个其实是在整理淡水这个地方山坡地怎么让它可以开垦，所以水是从山坡这样慢慢下来，那它下到地上其实就变成长出了稻田。
打开一块空地就如同打开一扇窗，河口的风景进来了，心灵仿佛也有了安顿的场所。来淡水不再只是走马看花，可以静下心看看河边的榕树，听听潮浪的拍打声。Clean air, fresh water. What value coal, oil, and gold? Finite resources. 宽广的淡水河仍是悠悠地流着，有一群人正努力地为淡水的将来营造新的契机。环境与艺术之间，艺术能够作为媒介重新拉起人跟环境的牵系，更能发现到那曾经被我们所忽略的美好。